这样。来，赶快，我们把握时间，我们只剩一个礼拜要断考了。下礼拜要开始留放学念书了。好，这个你会发现，你这样画的时候，你这样画的时候，一下子是从这边搜寻过来，一下子是从这边搜寻过去，对不对？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可是你还是会点出那些点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些点，比如说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六一嘛，这个是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x 是二，然后去搜寻到 y 是五，所以点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 y 是四 ，y 找到四之后开始去搜寻 x 它搜寻到三，所以它搜寻到 x 是三，然后就停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先有 y 对不对？先有 y 之后呢？哎，怎么觉得怪怪的？我是不是漏掉什么？我漏掉4跟3漏掉这个。好 ，x 是4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去搜寻 y。那搜寻 y 的时候，我搜寻到 y 是3，所以 y 是3参考值在这里，所以停在这里。雅轩要看这里哦，我在讲的时候你们都要听我这里，很多时候你听不懂，不是听不懂，是根本没有看我这里哦。好，再来这个呢，先有2，所以是 y 是2，然后再去搜寻 x， 搜寻到5的地方，然后最后是6，然后去搜寻 y， 找到1的位置。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些点怎么样？然后我这个表格，注意听呢，我这里跟这里之间，我们举好0跟1之间有没有答案？有。这里面能不能再切细一点的表格，找一些答案进来？可以嘛？对不对？我可以切得很细，切得很细，我就可以找到很多组答案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很多组答案，我就会怎样？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所以当我的表格做得很细很细很细的时候，我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组答案，对不对？很多组很多组答案，它就会密密麻麻很多个点，对不对？很多个点，这些点就会连成一条线。这一个就叫做什么呢？你画出来的这一个，不就是刚刚那个表格你画到最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叫做最细的什么？最细的表格就让我们画出了这一个什么图形。所以我们画出来这个图形是怎么画出来的呢？图形就是最细的表格画出来的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你刚刚如果只有点这几个点，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？对不对？有把这个的图都画完吗？没有。但是如果你表格做得很细很细很细，细到不行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连成一条了？就会变成这个图了。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所以图形，你画的这个图形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你把表格做到很细很细，细到不行，所以图形是什么？最细的表格。把这句话写在你的图形上。你刚刚这一条把它连起来，这一条就叫做最细的表格。这一条我们就叫做那个关系式的图形。当我的表格做得非常非常细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多很多很多点，很多很多点，它就密密麻麻连成这一条直线。所以这一条直线的这个图形，事实上是表格做到细到不行的时候所做出来的。你没有写图形。图形是最细的表格，从表格画出图的，表格细到不行的时候，图就出来了，它就很自然而然会是一个连续的图形。所以，请问一下，你刚刚画，你如果我不是第三小题，对不对？第三小题我不是说请你依据最细的表格画出图形，对不对？你有看题目吗？你知道我在讲哪里吗？知道。
手比在我讲的地方。第三小节，你干嘛不是跟我？我怎么比第三小节？你没有比对位置。手比在，手比在，你比错位置，你还是错。为什么我叫你坐在他旁边？就是你要协助他一下。啊，你都不会协助呢。我刚刚说在那边了。他还是错啊，那就是你错了。在哪里？这边。在哪里？我刚刚讲的那几个文字在哪里？这个。第三小题在哪里？第三小题，郑伯龙，你点错的地方。好，第三小题，他是不是说，请你，请依据最细的表格画出上面那个关系式的图形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个表格只是抽样而已，对不对？现在要你画到最细，所以你画出来的图形。应该要画到什么程度？有没有人画错呢？你是不对的，你也不对，对，不能说不对了，但是不完整了，你们两个不完整，你们两个不完整，你们两个也不完整。我说最细的表格哦，不完整，你的也不完整，你的也不完整。OK， 你的也不完整。哦，我讲的那一题已经完整了，我讲的那一题已经完整了。对，你还没有完整，很好。可以。等一下，本来完整被你擦一擦变不完整。对，你们。有些人，我说为什么说他不完整？你知道为什么说他不完整吗？他就这样，抽样不是抽这几个样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他说最细的表格就在从这里到这里，这样对吗？错，我到这里。难道这边就没表格了吗？难道他的前面没有表格吗？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你要把所有的表格都要画出来的话，你应该还要怎么样？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它本来不完整。然后很重要，注意听哦。刚刚这边你在画表格那个部分抽样的表格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一下子 x 搜寻 y， 一下子 y 搜寻 x， 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如果是这个的话，你的眼睛会怎么看？直接看 Y。你是不是先找到 X？ 对。再来找 Y， 再找 X， 再找 Y， 再找 X， 再找 Y， 所以你的眼睛通通都是怎么看的？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你敢不左左右右？哦。所以这。这一个的找图形的过程。找图形的过程，你的眼睛会上上下下扫射，对不对？你会上下扫射，上下扫描比较好。射好像是要射，应该是要射王宇吉。所以呢，不对，应该是。李宗佑，好，所以你先看到，来注意看啊，你看到负二，你看到负二，你就要从负二去扫描，对不对？扫描到九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就换负一扫描到八，然后再来零扫描到七，然后一扫描到六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呢，二扫描到五，三呢扫描到四，然后四扫描到三，然后五扫描到二，这个六扫描到七，扫到零。请问一下，以这个也有在扫描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时候左右，有时候上下。那这个呢？就一直
就一直上上下下，对不对？对。哪一个眼睛才会抽筋呢？都会啊。那个左边那个比较会抽。然后右边那个比较会紧。如果想要让眼睛做好的运动，那边还好。我们应该是要选择左边还是右边呢？右边。如果想让眼睛做好的运动。那应该要均匀运动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上下左右都要有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只想训练眼睛上下运动，那就只要这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了解在说什么？对。这个有什么好处？注意看哦。这个你有看到它的好处吗？不能放下来，等一下我会忘记。你有看到它的好处吗？有。有什么好处？你不用左右看。你不用左右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上下看就好，对不对？而且。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会很明显看到什么呢？斜坡。对，会很明显很快的就看到斜坡，知道我在讲什么？知道。也就是说你很快的，什么叫做看到斜坡呢？你很快的看到斜坡，就是看到斜坡，你很快的看到斜坡，事实上就是你很容易看到它是怎么变化的？你从表格可以看得出来，九变八，八变七，七变六，一直变下去。你从图形也会看到，从九降到八，再从八降到七，你看到它一路降下来，就是它所说的斜坡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个斜坡是怎么斜的呢？每往右一格，它就降一格，对不对？了解在说什么哦。然后就一路这样降下去。如果只有抽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那你的图形就只有这九个点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知道符合它的表格不是只有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做得更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要把最细的表格通通画上去，你要怎么画呢？你就画这样，对吗？除了歪掉以外，你画这样对吗？错在哪里呢？还有空隙是不是？好，这样连起来可以吗？可以，只是先歪掉了。先不管歪不歪，这样对吗？这样为什么不对呢？为什么要痛出去嘞？后面还有，因为后面这边可不可以做表格？前面可不可以做表格？所以你应该要加痛，加马爱痛。来，把它画完。第二题把它完成。要连起来。因为我们图形，人家要你画图形的时候，记住，来把这句话笔记本上再写一次。图形就是最细的表格，写上去，笔记本拿出来，这几个字给我写大大的。图形是怎么被画出来的？图形就是什么？图形就是最细的表格。写在笔记本上，这几个字大大的写在笔记本上。所以我们想要画图形，就是把表格做到最细致的时候，把表格做到最细致，每一个表格都有一个点，每。当你把每一个点都点上去的时候，它就会密密麻麻连成一个连续图形。图形就是最细的表格。不应该。你这样就太夸张了。好，再来。你想要看变化，注意听哦。你想要看变化，
你会用左边这个表格，还是会用右边的那个表格？我用左边的左，右边。等一下，注意听我讲。你想要看变化，你想要看变化，你想要看变化，你会上下看来画图，还是有时候上下，有时候左右？上下左右。你想要看变化，注意看哦。我想要看变化，我想要看变化。最轻松的方式是，有时候左右看，有时候上下看，还是我干脆就锁定一个方向，都上下看就好。这一个，还是这一个？右边。这一个的举手。这一个的举手。放下。这一个，你想要看变化，最容易看的就是你要大家同样的方向，大家同样的方向，你扫描的方式一样，你就可以很容易看得到它的斜坡是怎么跑，不管是上下也好，往上也好，往下也好，或是干脆就没有变化，变化等于零也好，你的扫描方式都一样，不要一下子左右，一下子上下，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这一种扫描方式，也就是这一种写法，这一种写法明显的区分 x 跟 y， 对不对？它是先 x， 然后再算 y， 先 x， 然后再算 y， 所以你的扫描方式会一致，通通都是上下扫描，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所以这一种方式，这一种方式，这一种可以容易让我们看变化的方式，我们就说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我们看到这一种表达的方式 ，y 很容易。当你写成这样之后 ，y 很容易。Y 就可以 ，Y 很容易，可以透过 X 的改变来怎样看出什么？请问后面要写什么？变化，看出 Y 的变化。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这一种写法，这一种写法，注意听到很重要。我现在要讲重点哦，来，这个我要做一个重要的结论哦。这一种写法让 Y， 因为你在扫描，在扫描 Y， 对不对？那你在扫描那个 Y，Y 很容易会因为你 X 在改变嘛，对不对？你 X 是在改变。你 X 在改变的时候，你在扫描的过程当中，你会看到你一直在往下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你 X 在改变的时候 ，X 在改变的时候，看到很容易看到 Y 的变化，对不对？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如果你可以这么做，我们就说 Y 是 X 的。两个字，把我这个绿色跟红色写在笔记本上，认真的写，认真的写。Y 很容易可以透过你的这种表示方式，可以透过 X 的改变来看出 Y 的变化。当你可以透过 X 的改变来看出 Y 的变化的时候，很重要哦。你可以透过 X 的改变来看出 Y 的变化，这时候我就会说 Y 就叫做 X 的函数。所以 X 要先 ，Y 是后 ，Y 是随着 X 在变 ，X 要先变，我再来看 Y 的变化。这个就叫做函数关系，我们称这种关系就叫做函数。
所以函数是拿来看变化的，要能够看变化才可以叫函数。所以我们说，慢慢来，先让你们写好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这次考试的单元的，我的重点已经讲完了。什么是函数？可以拿来看变化，看变化一定有先有后，谁先谁后 ？x 先变 ，x 先变，你的表格 x 先变，然后你看 y 怎么变。x 先变，然后你再看 y 怎么变，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做 y 是 x 的函数。函数的目的，函数的目的是要拿来看变化。好，再来哦，看一下这里。所以这种写法就叫做函数写法，因为这种写法我很容易拿来看变化，因为这种写法在讲 y， 你就这么算。对不对？他把 x 跟 y 分开了，注意听我讲哦。你这种写法，他把 x 跟 y 分两边了，他把 x 跟 y 分两边之后 ，x 就先变 ，x 先改变，然后来看 y 怎么变，对不对 ？x 先变，然后再来看看 y 怎么变。你先有 x， 然后再带进去算 y， 对不对？了解我在说什么吗？他先，然后再他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有没有强调谁先谁后？没有。没有。这一种我们就叫做方程式。这一个谁先谁后不重要，也就是说，对，没有先后，不管先后，谁先谁后都没关系。就是谁先谁后，然后呢？识别谁先谁后的。应该说，这种写法不强调，对，不强调先后顺序。把这一整套写在笔记本上，左右对称哦，左右对称。红章，你的问题？不行，因为这一种写法，它不强调谁先谁后，对不对？你可以 x 先有 x 二，请你算出 y， 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算出5嘛。你也可以说啊 ，x 啊 y 等于7，哎，我算出 x 等于0，对不对？谁先谁后不是那么重要，可是当你写成这种写法的时候，他就很强调，他很希望你先去算 x， 然后再把 y 算出来，因为他直接跟你讲 y 就这样算，所以他比较强调 x 要先改变，然后再来看看 y 会怎么变，所以这一种表达方式叫做函数的表达方式。但是你们知道，不管是这种表达方式还是这种表达方式，都是关系式，都在表达 x 跟 y 的关系。只是当我们很想看变化的时候，我们会喜欢写成这种样子。但是这两个画出来的图形一模一样，因为他们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表格，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。两个都是关系式，
当我们特别想要看变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要写成这种样子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眼睛上下看就好。然后我们就有一种表达方式，函数的英文，函数的英文有人知道吗？谁知道？说，不是英文呢？英文呢？英文单字，函数 ，function， 中间有一个 function， 全班跟我念一遍 function。好 ，function。然后你有看到，它第一个字是不是 F， 对不对？对。注意看哦。还是就是 F O F， 不是 Y。注意听哦。Y 可以怎么算呢 ？Y 可以这么算，对不对 ？Y 这么算就可以算出来，对不对？那 y 这么算 ，y 这么算，如果它是一个函数关系，注意听哦。如果它是一个函数关系，我就可以写成 f of x。先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，就写在它的下方。老师，你帮我摇红咖啡啦。没有影响。我们只是，人家说没有影响，你还在开的。我说明天我下来呢。啊，你生日不能画吗？你明天生日啊？对啊。明天生日下雨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要去唱歌，生日下雨，洗机游戏啊。要去唱歌的时候就不会下雨。是。你要期待他现在就下光了，明天就不会下雨。对，梅先说的话，他明天你要去唱歌之前，他就不会下雨。哪有漏酒？我每次说的。下雨吧。我才没生日，你的或者是色红胎。我丢弃鬼啊！我的第二，你的或者色红胎。来，注意哦。这个怎么读？来看我这里，这个叫做 F。这个叫做 of x， 然后这什么意思呢？看好这里哦，这个叫什么意思呢？f of x 就是 f 代 x， 对 ，f 代 x，x 的，因为我们注意听到，我们是这样啊，英文是倒过来念嘛，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就是 f of x， 这是英文嘛？可是我们翻译成中文是这样子讲，是 x 的 f 嘛，对不对？了解在讲什么？所以我们把它翻译一下，这个叫做，就会倒过来讲，就叫做，就叫做 x 的 f 的值。f 的。F 的值，来把它写上去。这一个、这一个，还有这一个写上去。这一个我们读作 F of x， 这个括号我们读作 of， F of x 翻译成中文就叫做 x 的 x 的这个函数值。x 在这个函数算出来的答案，就 f 的值，函数值。所以人家要你算，人家要你算函数值。
所以我考考你们哦。所以如果我现在我写 f of， 注意听哦，我现在写 f of 四，那这个不就叫做 f of 四吗？对不对？那不就是四的 f of 四的值吗？所以就是x 你要带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算算看它有多少，对不对？那 x 带四算算看它有多少，所以这个到底是多少呢？我们就要算算看 f of 四会等于多少呢？这会等于多少？自己写，整个整行写，整个写上去。我要算 f of 四，我要算 f of 四。F 挂号四就叫做 F 而不是，所以他要请你去算，他要请你去算四的函数值，对不对？他要请你去算 F 而不是，就是四的函数值，对不对？四的函数值，四的函数值，然后请你算出来。它会等于多少？算出来。我还没教啊，如果你会算，我就不用教了。那就是补习班教的。补习班教的，没有补习的举手。好，我看你们这几个就知道了。还没教到那边。我还没教到那边的也算，嗯。哦，我也算，对对对，我算，我都算。好，还没教到那边的都算，好不好？马上算，所有人马上算 ，F 不是等于多少？算出来了，请举手。代入哪里？讲得真好。我的函数指的是哪一个？在哪里？我的函数怎么算 ？Y 等于 F 括号一个。我的函数，我的函数，我的函数怎么算？我的函数要怎么算？要这样算 ，OK 吗？所以用那个是。哎。哎，对。哎。函数，我的函数要这样算，算是三，算出来，我的函数我要这样算，那请你算出 f 括号四，请你算出 f of 四，请你算出 f of 四 ，good， 写得非常好，赞，有写上四更好，老师叫波西呗，可以，你有报告呀？你有报告呀？你的 F 写的好一点，因为写好一点，因为这个会容易到时候跳过嘉仪，跳过恁家，我安尼无尊重，我好，好，很好，你没写。赶快算 ，F 五四是多少 ？F 五四等于多少 ？F 五四不是四 F， 不是。算出来。大胆一点。想太多。不会想。不要面拿，谢谢。自己去拿，自己去拿。你写在哪里 ？OK。老师，我写完了，盖起来了。他说他不要给你看。好，大部分都写对了。好，左边抽屉打开。我没了。来，看好这里哦。好，来注意听，来注意听，听我这里。这个在讲什么？这个在讲我的函数要怎么算，不是吗？注意听，先变的是 x， 对不对？算出来叫做 y， 只是你们现在学了一个新的符号来代表 y， 懂我的意思吗？学了一个新的符号，那不管它这个符号是什么，反正。
这个是代表看你要先丢 X 嘛，因为它先变的是它嘛，所以你丢的是 X 嘛，丢进去之后你就看看你要怎么算，对不对？它打算要怎么算？ function 是功能运作的意思， function 是运作，要进行运作的意思。啊，它英文的意思，它本意有运作的意思，所以你这个函数，你这个注意听，你这个函数要对它做运作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对它做运作，你要告诉人家说你打算怎么运作，就好像是刚刚你 x 带三，我就知道 y 等于4 x 带三，我就知道 y 等于四。注意听我这里哦。x 带3我就知道 y 等于 4，x 带1我就知道 y 等于6，这个不就是在告诉你它是这么运作的吗？这个就是函数的运作方式，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它就是这么运作的，只不过它特别把它写成一个符号，了解意思吗？然后它的运作就这么运作，所以我现在我这一个想要丢4进去运作， x 想要丢4，那它丢进去这个函数，那丢这个函数之后，我要看看它是怎么运作的，它是这么运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怎么算呢？七减你丢了什么给我算嘛，对不对？你丢了4给我算，所以 f of 4就会等于多少？3。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是从这里来的。这个函数怎么运作呢？是七减 x 的运作方式。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。上下对齐写好，上下对齐写好。因为函数的运作方式是这样，函数的运作方式是这样，然后它运作出来的东西就叫做 y， 它运作出来的东西就叫做 y。x 先运作 ，x 先运作，运作方式告诉你怎么运作，你就带进去，你就可以把 y 算出来。算出来这个东西就叫做函数值，再来，我们说函数是要看变化，对不对？注意看哦，我现在有一个表格，笑。看黑板这个哦，我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函数？我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函数？我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函数？它能不能来让我看变化？来，先看 x 对不对？注意听哦，先看 x， 然后再看看 y 的改变，对不对？对 ，x 有在变嘛？哈，三啊，五啊，六啊，七，对不对？它有在变嘛？有时候没有变嘛，对不对？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接下来 ，y 呢？三对四，三对五，五对一，六对四，七对六 ，x 在变 ，y 也在变，我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函数？我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函数？为什么你会说它不可以？因为它没有规律，它没有规律。等一下哦，
你们现在有规律是因为你的关系是让你有规律哦。你是因为你现在的关系是让你有规律，所以不是说有规律才可以叫函数，不是这样。函数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先变一个后变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因为你想要看变化。你想要看变化。注意看哦，这里二，这里五，这里七，这里零，这里六，这里四，这里五，这里一。我说它是一个函数，为什么我这样说它呢？然后我问你，如果我说这个函数就叫做 f of x， 注意听哦，看好这里哦。我说这个是一个函数，我说这个函数叫做 f of x。请问 f of 七等于多少？零。请问 f of 五等于多少？一。f of 二呢？五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你透过表格能不能看到它的函数值？可以。可以嘛？对不对？这样不是更简单吗？对。它算好给你们，你就直接拿来用。知道我在说什么？知道。我说这个是函数。我说这个不是函数，你知道为什么它不是吗？你知道它为什么不是函数吗？不要背东西哦，来注意听，这个 F3 等于多少？4或5，对不对？知道在说什么？知道。F5 呢？ F5 等于多少？你注意看哦，这两个是不是在变？对，这个在变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那这个地方怎么变？知道在讲什么？你要说它变小三，还是要变小四？变小三。你要说它变少，少三还是少四？少四。你要说它是少三还是少四？你要看哪一个？你要看这个变化，还是要看这个变化？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要看这个变化，还是要看这个变化？要看哪一个？没办法看，所以这个不是函数。请你把这两个写上去，这一个不是函数，这一个是函数，而且你可以写出它的函数值。这个是函数，这个不是，不是的理由，不是的理由在这里哦。因为你不晓得你到底你的变化。你的 x 在变的时候，你的 y 到底要看四跟一的变，还是要看五跟一的变？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两个。手放桌上看那本。因为这个表格告诉我三对到两个，就像我们那天讲的，有可能哦，像那个影子下来可以好几个，对不对？对。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。三对下来有两种可能，五对下来一种可能，六对下来四种可能，把对下来对到四 ，A 开始在变，可是 Y 这里有两个，这里有一个，导致我没办法看变化。我不晓得你要看这个变化还是要看这个变化，这样。所以函数你要判断它是不是函数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今天讲了两个关键，对，一定要一个，一定要一对一，然后呢，一对一，而且一定什么，有先有后，有先有后，通常我们都是先看 x 的变，再来看 y 怎么变。了解吗？然后我们就说 y 是 x 的函数。把这个写好。函数通常都会用 f 来表示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，有时候还会这样。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使用不同的符号来代表函数吗？猜猜看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
像这个，这个我把它的函数用 f 来表示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我会用 g， 有时候我用 h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会用不同的符号吗？它的东西不一样，那别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会需要使用到不同的符号？我不就写个 f 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使用不同的符号？分别。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使用不同的符号？你想嘛，如果你们大家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一样，大家都叫陈君州，我叫陈君州，全部都用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使用不同的符号来代表函数吗？有时候会用 f， 有时候用 g， 有时候用 h。通常只有一个关系式的时候我会用 f， 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可是如果它是两种以上，我要比较不同的，了解意思吗？我要比较不同的，表达不同的关系式的时候，我就会需要使用不同的符号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来，请你们这一张，我明天要收回来看。好啦，我都不想传。这一页到这一页，全部要写完。好啦，我不传。慢一点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什么事情？